丢十次就好了。丢，你像不像？没有意义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像不像？我们这样拍十集，以后任何这种稿子来这边搞定。那你像不像？很多的活动都需要这样子的预告片，会很有很有重心，对，重点。你知道电视台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媒体效应？就是因为他拿人家活动还没演出以前都先这样聊了，就是名嘴节目预告预告预告。福音是不是像这样？对啊，阿们就这样做。好，五四三二一 ，Action！ 来，我帮你加一点，很棒的茶，没错。干了，结束真的、哦，你帮我介绍这个珠山早餐、啊，说明天我要去吃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觉得心里有一些期待。嗯，对啊，我跟你讲呀、嗯，这不得了的，嗯、因为这一栋古厝啊、也已经是300年左右了。哦、在300年的古厝里面，吃这个西餐啊、就好像是在那个古堡的宫廷古堡里面，也只不过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期待啊，期待期待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。他这个怎么，我们可以边走边吃边玩，让我想起我在德国有参与一个朋友的家宴，哦，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很自在，我就在期待明天有那种感受。对，我要告诉你啊，他还有那个你在用餐的时候，他一边还有小提琴，还有乌克丽丽，还会带你去看其他的古厝。那这些人都是来参与的来宾吗？来帮我们演奏的、啊，对，还是他特地请来的？他特地请来的，哇，为我们表演的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一场活动真的是花费不少心血。我告诉你，才1000块而已，才1000啊？对，哇，那这个主人真的很用心啊。是，因为他主要是要交朋友了、然后他想要分享，就是他们家族的料理。还有就是金门阿嬷的甜点，金门阿嬷的古早味。他们两个是从以前多久以前就来金门了？他们来金门住2年了，才住2年就想要把这样的一个对风情给推出去了。对对对，而且他们是一个很值得。早期是因为2年以前是因为都会经过小三通，嗯，那经过小三通的时候就会在金门逗留，就没有想到那么舒服。他们觉得太舒服了，所以他们从候鸟变成留鸟。候鸟本来是候鸟，是经过的，啊、对对，什么季节回来的，结果留住变成在金门的留鸟。哦，接电话。